先生，小姐，先生，给点吧，可怜可怜我吧。小姐，好。哎，小姐，小姐，行行好啊。谢谢，小姐，谢谢。给。 小姐，你没事吧？我没事。别跑！站住！先生，先生，你饶了我吧！先生，下次不敢了。你放了他吧。要不要报警？小姐，我对不住你。不过，我也是被逼无奈啊。要不然，我一个瘸腿的乞丐，怎么敢来抢钱呢？您饶了我吧，小姐。这样好了，我这儿有几块大洋，你先拿去用吧。你也可以顶一段时间。先生，小姐，你们真是好人，谢谢。给。谢谢。 刚才真的谢谢你。没事，很多人看到刚刚的情景，都会伸出援手的。不过你人真是心肠好，要是别人看到抢钱的乞丐，就给送到警察局了，你却把他给放了。其实我刚一开始啊，并没有打算要把他放走，是你叫我放，我才放的，所以你才是那个好心肠的人。况且我刚松手的时候。 他竟然没有立刻跑走，代表他一定有他的苦衷，而且才几块大洋而已，举手之劳，不足挂齿。哦，我到了，谢谢你陪我走过来。你误会了，我刚好要来这里赴约，你先请。 我们侦探社破了这个案子，很快报纸呢一定会大肆报道，马上我们侦探社就会名扬整个新北兰城了。耶！哎，这可是我从朋友从法兰西带回来的红酒，味道棒极了，你为什么不喝？我喝多之后啊乱性。对谁乱性？反正不是你。量你也不敢。 宁，你回来了。嗯，这次我们翟星啊，也是一位大功臣，快点尝尝，送我淼淼特地带来的酒。看看有什么了不起的。来，尝尝。多谢宋小姐。翟星，这个酒倒是挺厉害的嘛，你喝完了。 竟然会脸红，<笑>不是吧？<笑>真的红了哎！你看，小白，青木怎么没来？哦，他今天和爸爸有约了。哦，有约了，好吧，我们干杯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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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。